再戳那个洞，到时候给它，你就倒水进去，有人把水就是把它粘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直接戳一下它，我就慢慢的钻进去嘛。嗯，慢慢钻进去。嗯，可以了。可以啊。你在拍啊？在拍，我再一直在拍。你等下回去修改吧。 我要不要先放开手？他怕你刚放手，你要放手。笑死！还是上面没有，上面这里没有装紧，因为它里面那个塑胶，它含了一些水，有空气在那里嘛。 刚刚里面有的给它弄出来，没有了，好了吗？好了，那就 OK 了。嗯。